你哋如果顶层唔系高少少海景嘅话，都系万人。多唔多赠送面积噶？呢、這个好多噶。前后花园是送的，上面系送噶咯喎。系啊，呢边咧基本上就系完全唔计面积嚟嘅。所以呢度完全系赠送嘅。系啦、啊，真系全部睇到海景嘅、嗯，所以都系少量。少量有货。我哋新 channel 嘅同事系好落力啊，所以咧有好多节目咧，我哋将来咧会有字幕嘅选择嘅，会有繁体字同埋有简体字。你中意睇普通话嘅简体字咧，简体字咧，你可以 clip 入去可以拣嘅，或者系繁体字咧都可以嘅。欢迎翻到嚟威严大义啊！咁啊，下一集我哋继续喺龙岗九峪湾，但系咧，我哋首先睇下呢个花园都几靓。同埋另外呢仲有另外一个单位嚟推介是复式。啊彩妮欢迎你、嗯。然后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介绍。这个他这个花园比较中式。对他打造了一个轻中式古典风格的一个园林。是。对所以能看到很气派的大门哦。嗯。欢迎各位的观众。好。哇这个是。它这个整个设计很中式，对，设计很中式，进来就有水域，很舒服。OK， 对， okay. 中国人都是觉得以水是财嘛。它有游泳池吗？有游泳池，游泳池在这个花园的后面。游泳池，对，室外游泳池，室外游泳池啊，国内比较少室内，我们香港很喜欢室内和室外，喜欢有那种会所里面啊， 对，当然就会贵一点了，管理费。这个管理费要多少钱？管理费的话是3元每平方，3块钱，对，就很便宜哦。3块钱，对，像这个大陆肯定是便宜。是啊，大陆基本上这边的均价都是在3块一平方。OK， 好，我们是产品是前面，大概我们看一下园林，看看这个园林哦，这个园林做了一点点而已哇，现在是，对，其他的楼盘还是在建，所以只做了一点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OK， 做得很舒服。OK， 好，是园林，好。彩妮啊，哎，我看见有复式还是别墅啊？嗯，他那边就是复式。OK， 对，一梯两户的，哈，层高6.3米，层高6.3米就自己隔两层吗？他已经做好两层的。哦，6.3米的隔好了。对，总共的层高是6.3米，但做了两层的，所以每层都要3米多一点呢，因为就不会压抑嘛。对对。然后他多大？117方到140方的产品，170多方，一百一十七就是50/50。不是这样子的，117的话呢，它会把下面加上面赠送了一些，所以呢，不止117，赠送的面积比较多，是吗？对，我们可以去看看呢。我们去看看，好像那边我也看看，这边来看看。好啦，依家系啊朱经理咧带我哋去睇呢个。复式板楼呀，洋房。复式卖紧几多钱啊？均价咧，毛坯3.2万左右。3.2万，系。O K， 但系3.2万嘅话，你哋如果顶层唔系高少少海景嘅话，都系卖紧3.2万，不过系有装修。冇错，即系3.2万呢个系复式，但系有冇系咪多唔多赠送面积噶？呢个好多噶。呢个好多，呢个又系睇到海，呢个海景仲靓啲。呢个都可以睇海景。使唔使预着？唔使啦，唔使。系呢边。一梯两房。这个是 lift 来的，左右两边呢就有各一伙，面积呢 124 的话做到4个房3个厕所。4个房3个厕所。没错。入来之后的话右手边呢就有一个厕所，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厨房，都是毛坯来的。全部毛坯，所以但是这些全部不包的。不包的。我们就是看大概的。没错。但是呢我哋空间嘅话相对会比较大啲嘅空间。因为呢我哋第一层层高嘅话就係一个3米3嘅层高。咁佢呢个係124。咁係赠送咩面积呀、好唔好我哋交楼嗰陣时呢我哋顶嗰个顶就是没有的，要你们自己加建。自己加建。没错，所以说这边呢基本上就是不计面积来的了，加上一建层。这个真是买来送，这个上面是送的了。是啊。哦。怪不得他这个赠送面积大。这个即赠送几多，如果上面计面积的话是几多啊？30多平方。哦。120多变成150-160了，对，差不多赠送。一流的话，前后花园是送的，是没错。
啊，前面咧大概咧就系45坪左右，后面咧就会有30坪左右，前后花园嚟嘅，都系送，会围起身俾你自己私人用嚟嘅。但系你系嗰围咧，系咪可以围得好高噶？即系1米6度。哦，1米6，冇错。嗱，大家可以睇下，摄影师可以睇下，全部一层咧，即系呢度系，但系二楼嗰啲就冇花园，系一楼嗰啲有花园。因为地下先系有花园噶嘛。一楼系几多钱一平？一楼咧就系32000，三四楼咧就28900左右，嗰、那个5、6楼咧亦都系32300左右。点解5、6楼系贵啲咧？因为5、6楼佢实用面积系一样嘅，我哋个积面积，我哋产权证嘅面积咧会少10个平方。所以嘅话，佢嘅单价就会贵少少，但系总价咧会平少少，总价平少少，因为面积细啊嘛，细10个平方嚟噶啦。哦，系。哦，佢总价平啲。冇错，总价就会平啲。但单位就系32000。32300左右咯，系啊。一楼嘅话，我哋咧就送花园，顶楼咧就送天台嚟嘅。哦，所以中间系最平。中间系乜都冇得送，所以话最平嚟嘅。睇唔睇到海？呢度可以睇到台。你睇啊，我哋企紧一楼嘅话，你摄影师喺后边冇错，一楼嘅话其实咧，你都可以睇得到我哋嘅红磡大桥嗰边嘅方向嚟噶啦。但一定系嗰边睇咯，即系呢几栋就睇都有可以睇海景嘅，都有海景。咁我哋上去睇下先啦。够呢啲人喎，又够。所以呢个几多钱啊？呢个要120几，要几多钱啊？差唔多400粒左右啦。400万。系。OK， 呢个又系有个父母房。父母房。系啦，楼下呢个房一个厕所嚟嘅。系父母房空间嘅话，亦都算系比较大啲嘅嚟噶啦。呢个父母房，嗯，好，我哋上二楼睇下先。下面几大啊？呢个一百。一层单层嘅面积咧系72平方。72平方。系啦，所以嘅话，我哋两层加埋嚟咧，系实用面积去到145平方左右嘅。哦系呢、這个房书房嘅话，同楼下嗰个父母房咧系一样大嚟嘅，一样大。所以嘅话，你睇得到咧，空间系好大嚟嘅，亦都会有啲客户嘅话就系要租赁房大，所以嘅话亦都会打通埋呢度噶啦。哦，呢度二楼系做咗几间房？呢度3个房，2个厕所。啊，2个厕所。嗯，三个房啊。哦 ，OK， 所以佢都可以打到。呢、这个就系主人房，系有呢、这个系咪赠送噶？呢度一半。一半赠送，嗯，但呢度点？呢度真系睇唔到海景喎、啊，挡住咗，依家挡住咗。哦，你要咁样伸到去睇，系啊。我谂真系要买，但系嗰边系咪有冇买晒啊？即系3、4楼亦都会有啲货嚟嘅，都有啲货啊，但系唔多咯，系咪？系唔多，系好少嘅。嗯、OK， 呢、嗯、度因为呢度就真系睇唔到咯，对我嚟讲，呢度唔算睇到海景啊。但系呢度咧，头先讲嘅就系我哋嘅1楼、2楼个餐厅、客厅位置个中空部分啦，所以话呢边咧。基本上就系唔计面积，完全唔计面积嚟嘅。所以呢度完全系赠送嘅。系啦，啊，主人房亦都好大，有埋浴缸，有毛衣毛间。系系。二楼高度咧，亦都系达到3.1米嘅高度嚟嘅。OK， 所以佢系不过要自己间咯，自己间咗佢。咁啊，反正都系清水噶啦。清水房，即系佢嘅毛坯房要，所以系你呢个系400万，你。要有500万，如果包装，唔使呢个50万呢个装修，50万就装修到啊，大概50万啊嘛，我哋呢个装修，我哋可唔可以交俾你哋装修咧？即系加钱？我哋都会有个装修公司嚟嘅，如果最后嘅话，你哋系唔想咁麻烦，直接委托我哋嘅话，都冇问题嚟嘅。哦，即可以委托你哋装，但系有冇系即系一个标准价钱？譬如冇嘅。到时候嘅话，因为咧我哋嘅材料咧系平中贵都会有噶嘛，所以嘅话都系唔一样嘅价钱。因为有啲发展商系话包装修加多几千蚊换过一瓶咁样，你哋冇呢样嘢。到时候咧，佢会嗰、那个材料亦都会问翻客户要几多材料啊？咩品质嘅，中高低品质。系嘛，都会比较大啲差额嘅。好，呢、这个系彩妮，这个是赠送，真的很多，嗯，而且它单价其实跟高层相差唔大嘅，相差不大的话，对，因为和顺它赠送的面积，你按照实际的使用率的话，它的单价其实就跟洋房一样的价格，2.7万咯，对啊，27800，系啊。
你加了个装修2000块上去，如果你还想豪装3000、4000一个方，那都因为这种就类似于像一个小的别墅一样。对，你装修成本的话呢，你想多少钱都可以装，对，你想省节省一点也 OK。所以如果就是如果大家这个 budget 如果够的话呢，其实这个其实抵啲嘅，因为佢赠送嘅面积多啲嘅，系啊，住得好舒服。佢单位个当然我哋之前睇嗰个咧，上一集睇过咧，就系每平咧就可能29000、30000、31000嗰啲，因为睇到海景。咁呢个咧，如果你拣到最边边，我谂剩得不多吓。嗯，对啊，因为靠东面就是靠海景的嘛。嗰个唔系正对，但系如果靠边边嘅话，真系全部睇到海景嘅嗰、个咧。就抵啦，那个单价也是一样的嘛，都是3万左右，差唔多嘛，差唔多，差唔多，冇错冇错冇错，所以都系少量，少量有货，有货，但系一般咧啲即系系咩人嚟呢个盘买啊？呢度嘅话，复式洋房咧，肯定系自住嘅人买嘅多，你因为你个积数大啊嘛，所以个价钱总额肯定会高啲噶啦，所以嘅话买嚟。肯定是自住的多，自住的这个投资的话就是相对没那么多。明白，即系自住你买个400万、500万就 OK 咯，咁佢赠送面积就大咯，但银码就多啲咯。如果你银码少啲嘅话咧，咁我哋就可以拣嗰个80平内园的。细面积嘅，因为有90平嘅，89平嘅嗰个系3万。三房两卫哦，因为89也是三房两卫，没错，投资 OK。是四房。对，106是四房两卫。那就300万。300万。要是89的话呢，其实都不到300万，200多。对啊，200零。200几。啊，没错。所以话你睇翻咧，我哋所有户型嘅话，其实咧都系比较非常实用嘅嗰个质素嚟嘅。彩妮啊，这个。就是看看自己的选择，那我肯定会喜欢这个复式，因为香港人比较少用买复式。是啊，所以呢他们这个楼盘的产品还是比较多元化的，是吧？如果你是说很刚需的投资，想个200多万的，有这种89、90多方的三房两卫，它的使用率也很高。对，然后如果是您是想要自住的也 OK 啊，就可以买这种复式的产品，也是比较推荐的，因为赠送的面积比较多。它赠送真的很多。对，你可以自己去改良的这个格局 OK。对，其实我是如果是你 budget 够呢，一定要复式前面那里是对着海的，跟着它赠送面积有这么大，你都是讲紧400万，如果你有的话加上装修可能440万人民币。但如果你 budget 小的呢，刚才我自己喜欢的10几的，但如果真的完全看到正面海景的呢，虽然那个 sales 说什么海景都看到啦，其实不是，有个是30度的啫，有个是正面的，正面那个真的剩不多的了，那个是89平的三房两厅，那个是30000多，但是包装修的，即是200几，不用300万，在金湾的航空新城，即是整个航空新城呢是没什么，真是没什么货的了，所以是有真海景的，我们旁边是卖的是真的35000那些，所以这个楼盘呢个性价比是高的，所以为什么是杨彩妮呢就今日带我哋睇呢个楼盘，所以大家咧记得咧，我哋有个 QR code 咧，有联络电话，乜都系，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喺 QR code 度 scan 咗佢，有联络电话，咁大家可以打俾阿杨彩妮噶啦，谢谢彩妮，谢谢。不客气。